喜爱看韩国综艺节目的你们一定不陌生近期大火的 Produce 48。就在昨天，来自日本的宫胁少良拿下了第一。就在今日上午， Naver TV 放出了 Produce 48的最新排名。第三轮投票与之前不同，由 1 pick 变为了 2 pick， 因此最新排名较上次又出现了很大的变动。最值得关注的是，日本妹子排名终于上来了。最新排名中有6位日本妹子占据了出道位，这是公开排名中日本妹子占出道位最多的一次。第一次看到小樱花的视频的时候，就我觉得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小仙女呀，美貌大爆发呀。最早公开的是我的 Pick Me 视频中也是闪闪发光，小樱花的标语就是在你的，在他的，在所有人的心中都 accurate。 樱花盛开吧，小樱花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，九岁开始在音乐剧学院学习，之后更是作为童演出演了剧团四季的狮子王公演。2014年更是担任了 AKB48TA 中与渡边麻友成为双 C 位，到了现在参加 Produce 48的主题曲 Pick Me 的 C 位。小樱花一路走来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心，就连作为女生的小编都被小樱花的笑容给深深吸引住了。第一次表演主题曲公演的时候，在镜头中不断绽放笑颜的小樱花真的太美了，就连要求严格的韩国粉丝们也评论说很可爱。虽然早早聚集了关注，但是宫胁内心好像还是很不安，他发推特说太紧张了，还配了哭泣的颜文字。粉丝们纷纷评论小樱花太可爱了，辛苦了，在舞台上真的闪闪发光，我觉得好感动，是天使啊。跳起舞来的小樱花简直就是心动小天使本人了。出舞台上的小樱花果然没让大家失望，上课时明明擅长日语，却一定要选择唱韩语版主题曲。在考核的时候，很多妹妹连动作都没记熟，她不仅动作不出错，还用双语表演完了。看过此类综艺节目的观众们都知道，想要出道靠的不仅仅只是颜值，还要考虑到你的方方面面，唱歌舞蹈缺一不可，有实力的人才能站到最后。在韩国，有实力的艺人遍地开花，想要出道可能没有那么简单，每一次的精彩演出都逃不过每时每分的练习，努力才会有收获。学舞蹈也是如此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想要站在舞台上让大家看到你的精彩表演，却要在台下付出相应的努力。相信自己，其实学舞蹈真的不难。图片均来源于微博，如千山。